持续带您来关注这两天的焦点了。中国渔船越界捕鱼，酿成了两死意外，另外还有两位生还的渔民。不过就在他们回到中国之后接受媒体访问，竟然指控渔船是被我国的海巡艇撞翻的。对此海巡署也发布声明表示说，因为发生的时间短暂，并没有全程录影，但并不会影响到事实真相。另外他们也强调了说，这生还的两位渔民在我国做笔录的时候都说对海巡的执法程序没有意见，没有想到现在回到中国之后却翻了口供。也不想到他冲过来，他们抵挡我们的船，我们也不知道。渔船翻覆生还的两位渔民在台做笔录时，原本表示对海巡署执法程序没有意见，但回到中国却翻了口供。当天的经过，12点多我们就开车出去，到12:50就看到宝鸡开车来了，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要开几张，万一转不翻不掉，要撞回才会翻掉了。控诉渔船是被海巡撞翻，海巡署也立刻驳斥。生还之两名陆籍男子，先由海巡署政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对其制作各3份调查笔录，又经金门地检署检察官以证人身份对该二人制作各2份讯问笔录。该二人均表示对海巡队执法程序无意见。对此有海巡人员私下透露，两人被救上来时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却能据细靡遗讲出案发时间，怀疑案情不单纯。而渔民回中国后翻供，难免让外界怀疑是为了配合中国官方所套好的剧本。罹难者家属日前抵达金门，住在鹿岛酒店，对相验结果有疑虑，拒绝火化遗体，也没出席头七法会。21号下午，则是和陆委会及海巡署官员进行闭门会议，结束后各自回到房间。以人道关怀为优先，其他的干扰因素我们都先暂时抛开。渔船翻覆少了关键画面，现在双方各执一词，让案件成了罗生门，后续只能交由司法来厘清真相，给死者家属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